我常常告诉很多新生代演艺界的，如果你真的要长期发展你这个艺术路，请你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艺术工作者，你不要把自己当作明星。明星的路很短，可是你是一个艺术工作者，路很长。表演艺术是很深的一个学问，不是你说你拍了几十年戏你就懂。我现在还在读，还在学，我书包里面都在关于艺术的书，还是需要不停的去研究的。所以我觉得我马俊伟本身就没有什么明星那些包袱，早就没了。我觉得 TVB 的确有他们的一种风格，我们几乎你主演，我们一天24小时的话呢，基本上你都在拍，我们可以连续不停的外景摄影棚，今天有时候临场改的4-5页纸，我马上要背，马上要看完，30分钟后你就要进棚里面拍了，你还要全部都是现场修音了。不允许演员你没有看好剧本，没有背好剧本就进摄影棚。所以我觉得这些呢，就培养了一群挺能吃苦的演员们，因为他会练就了我。今天对我来说，什么都是很简单。